乌统萧山区国议员纳杜斯里纳兹里和巴西沙勒区国议员纳杜斯里达祖丁早前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两人昨天已经康复出院。根据新海峡时报报道，66岁的纳兹里在吉兰丹哥打巴鲁中央医院接受治疗后，昨天傍晚出院。至于73岁的达祖丁，则是从水安俄双溪毛诺医院出院。纳兹里和达祖丁是在这个月19号和20号陆续染疫。他们在这个月12号召开的一场记者会中，和确诊的乌统敦拉萨镇前区部秘书扎哈林有过密切的接触。其中纳兹里的妻子和儿子也双双染疫。